下着小雨，小雨我就不愿意出门，猫在车里吧。阿婷还在睡觉，下午接她姥姥。我干点啥呢？换衣服，太冷了。那妞冷的都不想动了。阿婷起来了，你几点去接你老婆？几点去接接人？几点去接啊？啊，2点多。哦，那快了。啊，快了。那我喝粥吧。其实我想吃方便面，好久没吃了，也挺馋的。但是呢，还是喝粥吧。哎，自热火锅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哎，拌面，蜀香辣子鸡拌面，哎，这可以，这也是阿挺他老婆寄过来的，寄了好多啊，好几箱。好，今天中午尝一下这个，上次吃那个自热火锅不错，我相信这个也不错。哎，这个要煮吗？还是直接泡啊？要煮啊？那不有点麻烦吗？这是我的午餐。一个拌面，两个苹果，这苹果特别好吃，是陕西洛川苹果，很香，很清脆，甜。月龙和肉肉他们去了什么永兴坊，听说堵车堵得要死，人山人海。现在雨过天没晴，还是一个阴天，估计一会儿还得下。啊，你要一起去吧，虎哥。我不去了，我看家吧。一起去吧，你反正没事儿。我在做视频嘛。都到了，走啊。跟你一起去啊？走吧，走吧，反正没啥事儿。我还没吃饭呢，我喝整两口。嗯，整啥？那不粥热上的。哦，咱们去机场吃。我也没吃，我那个外卖我卡还没送过来。我去。走吧，走吧，好，行，我们行，那机场吃，在机场买个汉堡吧。对，来，过来，你来擦脚啊。他脚现在还是有点受伤，昨天前天扭了。伤上加伤呀。是啊。没事啊，让我抱着。现在那个后腿没力，来。对，把这个解了吧，勒着。他现在后腿没力，蹬上去可能疼，所以他现在有点。来，别动，别动，过来，别动啊，别动。哎呀，好嘞，行吧，那就去吧。刚想走，我不走了啊，妞妞，睡觉吧。刚想走，突然想起来，月龙的箱子还在这儿。他说要去，要给他寄一下，下午来快递给他运走。那我还在这儿看家吧。昨天加水把支撑给放下来了，我还得把支撑打上，把车凿一下吧。来，小阿婷，打个招呼。嗨，打个招呼，瞧那小表情。来，我看你那发型，有点像那个清朝末期把那辫子给剪了那感觉，是不是故意的？啊，是不是故意的？别跑啊！有车。听说他很调皮，看来是真的。我原以为你像你爸爸呢。坐了一个小时的车。终于到了，佳明，喜不喜欢叔叔啊？一晚上跟我睡吧，啊，来亲叔叔一下，亲一下，哎呀，那让我亲一下，那明天你睡在我们家，你晚上跟我住吧，还是跟塞拉住？那明天你就睡在我们家吧，生日快乐。
啊，我以为蛋糕呢。生日快乐！这是那个叫扣肉吧？对，这边是我们的凉菜，扣肉，这叫什么？凉菜，带鱼，炸鱼，超级好，豆腐，这个是必点的一道菜。这叫什么？陕西安康里面有一个叫紫阳县。哎，这叫什么？羊肉啊，这是羊肉啊。你说安康紫阳蒸盆子啊？对，它里面有紫阳是个名字，紫色的紫，太阳的阳，紫阳蒸盆子。OK， 哎，那个叫什么醋啊？你看，安康醋汤。哦，安康醋汤，安康醋汤非常好。安康蒸面。安康醋汤非常好喝，强烈推荐。这个是梅菜扣肉。夹着黄了，各位美国肉博主，来寿星打个招呼，耶！谁叫佳明？让叔叔抱抱。晚上和胡叔叔睡过。中国。看这盛世中华，看到这个雕像了吗？玄奘，那面就是大雁。我们现在不是进景区，而是过马路。过马路啊！Go go go go， 快快！要不要？要要等下时候了，赶紧跑，赶紧跑。来耶！下雨了啊！看看阿挺是怎么当爹的。出来之后叫出租车，从178位现在荣升为120位，继续等。一个小时过去了。最近等得摇头摆尾的，我们还在等我们的车。1.5小时过去了，我们踏上了回程之路。